随着年纪慢慢变大，然后体重慢慢变重嘛，那很多朋友都说身边的朋友一定会有一个是胖子。我身边有一个胖子，我介绍给大家，好不好？胖子阿米，来。Hi Fi， 大家好，我是群哥，很开心哦。这一次午后时光，我们邀请到了敏哥。Hello， 大家好。这一次呢，我们知道敏哥的身体的体态都很好，那我们有准备了一些他不同时期的照片，然后敏哥跟大家分析一下，好不好？敏哥，好的，分析一下。敏哥有胖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啦。我记得我们在花莲啊，敏哥是有爱心的、喔，不是像传闻讲，没有人说你不爱心、啊。什么叫传闻？对啊，没有爱心。他在花莲的时候，他就特别办了一个篮球的一个，那叫什么？有巡回吗？那次算一个，我们有巡回的一个训练营，对吧？我们几个就去。对，那、这一张照片怎样？这么胖啊？那阵子吃的比较好，吃的比较好吗？最近家里伙食比较好，打完中华队就。放松，然后就变这样。不是你没看包脚吗？受伤。哦，你有伤？你有伤啊？那时候没有感觉，你有伤？你有伤、啊？哦，所以从这里，然后变到这里，對然后后来這应该是同时期，同时期。对呀、啊，这是我肚子，这没肚子。你有求一支柱啊？在台湾吃的比较好啦。对，对不对？嗯。那、这个时候是去内地哦，慢慢比较那个，其实也差不多啦，看手臂了，只是看有肚子跟没肚子。那现在这个呢？在台湾回来两年了嘛，然后就也觉得不用再像之前一样保持比较壮大的身体身材，不用对抗了。对，他意思就是他越来越灵活了啦。比如说他啦，我们不要讲谁嘛。哦，我觉得他这种身形的话，他现在该怎么办？他要怎么吃，还是说哎就这样的啦？我觉得他应该不用动。因为他的位置在比较需要更多的对抗，下次不要弄这种明显的照片啊，好不好？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不用动，他只是可能在吃上面控制一下，或就是调整一下，应该就可以了。他是不是也应该要调整一下？我想都吃嘛，对不对？我觉得如果以他现在那个球队的球风来说，可能稍微要控制一下。那他有办法跟你一样？变成你那样，我觉得都可以啊，只是看什么，看他有没有决心嘛、啊。对啊，对不对？他这个嘞，就是他很有力，对，就是在对抗的那一下那一个瞬间，你有跟 他是有力，就那一下，你有跟他对抗过？有跟他练过球啊，守不住你吧？守不住吧？所以他位置不同啊，他需要改变什么吗？吃啊？我觉得他不用改变，他不用。我觉得他反而吃的话，他可以大胆的吃，那增加肌肉量，对。这个完美啊，不然怎么会放在中间？有没有？有没有？太完美！讲认真的，对他需要改变什么吗？他是不是吃啊也是要注意啊，喝东西啊也要注意啊？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来说，应该其实不用调整太多，都不用，因为以前打球的对抗性还有碰撞确实来的，对了，会比现在对了多太多，对了。对，讲到这个必须要讲好话了哈，反正看得出来了哈，看得出来，好不好？听说篮球圈里面都有学长学弟制，好在南山高中特别的明显。请问以前群哥有欺负过敏哥吗？南山高中他不是明显，他是传统。他是传统，因为学弟去一定会有很多不懂的、啊，对，然后学长一定要带啊，很多很懂哟。没有啦，那是我刚进去的时候，老师就知道我是原住民，然后刚好群哥他们那一天是练完球，他刚好就坐在那个衣柜旁边休息，然后刚好老师就带我参观学校的一些环境，然后他就说，哎，志群这个也是。原住民，那就你拜他，对，所以我们就从那时候，对啊，群哥就对我比较照顾我。听说敏哥以前在南山高中都有特权，这个不是特权，这个是，我觉得要好好解释一下，因为南山以前就是
学长是很重，然后练完球就是高三先去洗澡，然后再高二，然后再高一，然后有一次志群练完球，他就说：“哎，你等一下跟我去吃饭，那你就跟我一起去洗澡。”那搞得好像你跟我在同一间洗澡，我是说，对，我们一起去，对，就是你带着我去，对我带着你去，然后洗着洗着呢，因为以前那是。拉链的嘛，对，那个帘有帘子的啦，对，有帘子的。然后突然就有一个高二学长就这样把拉链拉开，看到我，他就说：“你怎么可以先洗澡？”然后一讲完，因为我都还没有讲话，我也不敢出声。我在隔壁吗？你就在我隔壁。哦，他就把帘子拉开说：“我带他洗的怎么样？”然后那个高二的学长就没讲话，就把我的拉链拉好，然后我们就继续洗。没有，今天为了节省时间，我如果真的要做，我也没问题了哈。哇哦，对哦，原来敏哥也吃过这一家的那个，这是我好朋友家里做的。然后这一次，因为其实他们的商品有很多，然后我之后好不好？我之后再一一的就是分享给大家。太棒了 ，Go！ 好了，那个这是敏哥为我们午后时光特别挑选的一些菜色，泡菜猪跟我们家乡的蒜苗。蒜苗炒香肠，对，好不好？基本配备了啊，先吃吃看了。我们边吃边聊。好，他们说那个啦，你为什么想要离开梦想家、啊？是不是因为里面那个气氛不好？没有啦，会最后选择就是离开梦想家，主要是对自己后续的规划。对，想了特别久，然后30分钟，没有了，也是有几个礼拜，就是把所有可能会发生或者可能之后会遇到的一些所有问题，都会先做一个。要啊，那如果你没有把那个后面的事情都对都规划好，那如果真的贸然挺进的话，也不行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跟家人讨论，就是也是。就是做了这个决定，所以后续规划其实对我来说比什么都来得重要。所以现在很多人要去挑战 CBA， 你有没有什么意见给他们？主要是意见、建议啊，对不起，建议啊。身体对抗，再来就是心态，就是这两个我觉得比什么都来得重要。新的手机？我吗？对，新的手机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目标啊？我的目标大三米不用了，你已经有了。球队赢球最重要嘛？对啊，我觉得球队当然球队的胜负摆第一，然后再就是把自己的表现，比如说像去年，可能维持去年，甚至比去年更好。对啊，做一个以身作则的榜样给就是后辈看嘛。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认为敏哥，就是说哎，按照年龄来讲啊，应该是要会稍微走下坡，可是以我们都知道敏哥现在状态都还是维持得很好，所以其实奖项不会是年轻的时候才会要的啦，什么什么得分王、助攻王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是说，现在这个阶段，就是你自己好之外，你要怎么让整个球队提升这个比所有你要得到的奖项或者什么来得更重要，因为整个团队是这样，你只要团队好，大家都好。对啊，然后团队不好，你说讲到个人多好，你就走了。对对了，我也希望大家一起留在一起，然后最后有一个很好的那个结束。但没办法，这人生嘛。现在我们来评比一下，敏哥做的这个菜跟我做这个菜，到底谁做的好吃？然后等一下有一些惩罚，输的要穿胖子装，然后去楼下买东西。真的，真的，反正戴口罩也控制得了。敏哥的泡菜猪跟他的蒜苗香肠，认为这两道菜好吃的举手。
认为我的菜好吃的举手。也只有你了，你想那么多，基本上我就输了嘛。好了好了，笑啊，没关系啊，不会笑啊，我从以前哪敢笑你？你看，走，我也只能把胜利给敏哥了。好适合国王哦！感谢，好适合国王哦！不要乱讲，我们这是游戏。赢啊，赢了当国王，我也想当国王哦、啊。对啊，要不要当皇后？好的，对啊，对。好，那我就愿赌服输。他穿了这个装，那我就去买东西。来，我来帮你开一下门。你帮开。坏了，这个时候还要这样弄。以前群哥对我照顾有加，所以这次的任务就由我来，对不对？那你帮我执行啊，好不好？帮我执行，走，那走，走，走，走。这次虽然是我的菜，当然没有敏哥做的好了，那但是你知道，敏哥你知道，尊重学长嘛，对，尊重学长。如果是其他球员、其他学长，我绝对完全不会有。完全不会，我先帮你扫盲剂，我先扫。那我按照防疫规定啊，而且我们进出还是要注意对中央政策。政策，好的，好，我进去。踢这里啦，这里啦。好先进，先进啊。开过去，我们走一圈，到这边。真的要买吗？没有，没有了。我看到他们看你的眼神，我就觉得说。在看你，对吧？走。阿麦，你不要让我抓到把柄。他不给出去。耶、yeah, ，完成了！欢迎大家持续追踪我们午后时光。那接下来午后时光还有很多精彩的一些内容，所有人麻烦帮我们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那就这样喽，拜拜。敏哥，你笑一下啦！我当口罩怎么笑？我跟你讲，我下次一定会再上节目来血池。我操，就没有再帮学长顶替。我刚才想说，我穿就很丑了，那你其实穿的蛮滑稽，但是你还是帅啦，你还是帅。输了进去便利商店买东西。那边啦，这买东西啊，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太他妈 low 了。那不去哪里？我们今天就去买珠宝。你要进去，其实你可以，你都可以，很适合，很适合，超适合的。